于晏最喜欢谁？啊，谁啊？谁啊？只有一个，台湾哦，台湾以外只有一个。等一下，好难哦！等一下，那是谁啊？啊，他写了什么？他写《霸王经》两个字，眼睛。是他吧？你很常讲他。我很常，我有吗？是吧？好难回。是吧？效果吗？我还很常讲那个人呢。讲过啊，就是很多人好笑啊，什么之类的啊。只有绿灯行车，才会讲黄灯。对啊，老板，你很不了解你的员工哎。我该怎么重？就你对我了解吗？好友大检测，我们今天拍的主题非常特别啦，很有趣。我们三个在一起，不要对彼此了不了解很重要啦。这是一个可以互相检测我跟你啊，我跟你啊，我跟你啊，到底熟不熟的一个关键啦。悠悠最喜欢什么颜色？那我跟盛元就要写出来，同时翻牌。工作人员就出题考验我们这样子。那等一下呢，每一个人都能够。是你无聊本人说的就是对，那本人又说谎，其实是 B 罩杯，他说我是 G 罩杯，对，很爱吧。我们要去想说你会不会说谎，我是关主，你们猜我，就是说我最喜欢吃香蕉，都没答对，你们就要贴一个草在脸上，假使到不了贴到拍摄结束为止，答错很多题的话，那最后就说拜拜，就关了。好友大检测，你敢挑战吗 ？Ready go！ 哎呀，旁边三小都被打，软棒改软棒，对吧？我们是从软棒进发成这个的，对吧？真的是常打会痛的那种人。来，我小吴一辈子只能吃一种食物，我知道。这个很简单，啊、我不会吃那个。来来来，做惩罚，注音不行。我不行。我有信心，确定吗？一二三。你老师生气啊？怎么那么简单？我好给他们吧。我连粉丝都知道了。小吴预计几岁结婚？他自己都不知道。我有一个标准，我其实大家知道。从来没讲过。标准呢？我有一个理想的。是不是正负一都是？哦，正负一，正负一。他现在25，男人嘛，童颜色。一二三，想不到吧？没结婚啊？二五，你有钱结婚吗？现在你有钱买车买房养小孩吗？你是不是结婚了？现实真的很夸张。我之前小时候想过这个问题，理想的结婚时间是25。你说你15岁的时候想说25差不多可以结婚，25发现完全不是。麦当劳的话，一定是先砂糖来一包1:1的比例。就有的腰围是多少？盛伟，我会傻眼，你到底在干嘛？我刚也在干。来了来了，二三。等一下，好难哦！等一下，那是谁啊？啊，他写了什么？他写《霸王经》两个字，眼睛。是他吧？你很常讲他。我很常，我有吗？是吧？好难回。是吧？效果吗？我还很常讲那个人呢。讲过啊，就是很多人好笑啊，什么之类的啊。只有绿灯行车，才会讲黄灯。对啊，老板，你很不了解你的员工哎。我该怎么重？觉得你最有自信的啊，好啊，完全没有。红心豆腐番茄，红心只是一个绝名。蚂蚁上树呢？学过吗？没有。看盛元，你剩几张啦？只有4张，你已经快贴满。我小丑，我小丑，你很丑。我在讲的是小丑女，丑女还是小丑？盛元很神秘，因为王盛元很可能会他想讲什么。然后就说，就说我最近变这样了。通常都吃什么？哎，我不知道哦。这个常常会超出我想象之外。他宵夜通常糊涂。二三。
当泡面算吧。我感觉是天生人不是吗？没有跟圣人聊过这话。我的英文比数学还烂。太好笑了。其实你简单的，郑源最常因为什么事情生气？很多哎、欸，就是一个，只有一个。你看，只有一个。我是一个非常容易 hangry 的人。对，他是 hangry， 饿才值得生气，真的。因为他饿的在基础点很低。他确切的近视度数是几度？他没有破千吗？真的没有破千。3, 2, 1，八百五十五。八百五你吗？八百五是他隐形眼镜。三包买八百五。难怪听过有一个三包买隐形眼镜八百五还是什么？哎，我是九百五，那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小吴去唱歌的时候都吃什么？哦，这很简单，这个我只点 only one。二一。大家伙伴可以压赏。等一下，压赏是因为会员会招待一下。你每次都点压赏，他每次都在这里说。可是他也是最爱排骨。对，八百五跟压赏放在旁边，然后他最喜欢的是排骨饭，眼睛是九百五，我算是认识表妹。真的假的？是男的还是女的？男的。我被打，你有鞋子。有人照杯子。哦、我是感觉到的，你感觉的感觉都不是，你也是我不知道的。三二一，这个吧，聪明耶、因为他好不小人、啊、你感觉的不错。我有最喜欢的名牌衣服吗？哈哈哈哈，我猜是这个了。一二三，贴、对了，没想到了，我脑海只要闪过一下，然后我就立马写到了。我的眼睛也很简单，但是也没有讲过圣人最喜欢的颜色。我真的蛮敢说什么的。我写好了，你叫什么下？一二三，这两个是一样的，但我是这两个。他所有东西都是这两个。对对对。然后他好像说他不喜欢那一色。他是最大的骗子，不要以为接彩虹色。如果是买衣服，我一定会买这两个颜色，但我自己是喜欢这两个颜色。那我跟你说，我不是九八五，我都买三十五。蛋饼不是重吗？我不知道。我们来猜三三好不好？三三最喜欢的卡通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是我想的那个。不能说，不能说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别带了，不能改啊！不是你带，你带还不让人家看，看一个。是太医吧？你比较接近加布松。是数码宝贝。加布松是三小。噔噔噔噔噔。好了，先跟我们的好友大检测，看大家对我们很熟，殊不知红色、蓝色，他们两个切很多，哎呀，我俩都乱打。啊，谁是最输的？谁是最输的？好了，以上就是我们的好友大检测啦。喜欢我们频道的呢，记得要分享、订阅、上追踪哦。坐标问怎么样呢？开铃铛，那我们就下回见喽，拜拜。